当机会来敲门，谁能在好六七分擂台赛脱颖而出，免于惩罚？积分最少的那个玩家迎接我们球球来了的惩罚。人在里边，这个球会炸。好可怕！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会？你们的座位下面有从200到3000区间不等的积分，1600，多少？什么？好，伟霆。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，我不会坐在这儿。棋逢对手，他势在必得。我最多在这儿翻5下子，你会在这儿翻一辈子。现在压力给到文文这边，走。张一凡心都凉了。巅峰对决，胜负悬而未知。为你们投资的人很多，尤其是你。我们都投了，我们都投了，我们都投了，都投了。如果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能否擦亮双眼？谁动了我的头？猜对了一个人，就算是胜利。是在跟他的那个头 give me five 的那种感觉。他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必有魏大勋。你邀请我再打理一次，你分辨一下。你觉得我能干那事儿吗？然而，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分享一个回忆，给你投资的机会。体育专业演唱会这第一场演唱会。我宣布，大哥继续撼动周六综艺市场5000分。他到底是什么糗事啊？眉都摘了。他这个绝对不能播，不能给10万，对吧？哇，10万！伟霆又把这个拉这么满，最后的机会，他们真拼了！开始踩他脚上，对，能踩吗？踩踩踩踩踩，不疼不疼，住了吗？来，大哥的脚会被踩扁了。哇，哎，从头开始，从头来。好，第一个漂亮。1、2、3，慢慢起，看看有没有不行。3、2、1。